今天分享一个酷酷的节奏型，下上切上。这个节奏型由两拍组成，每一拍弹两下。第一拍前半拍用我们的食指的指背下扫，后半拍用大拇指的指背上扫。第二拍前半拍是一个切音，后半拍用大拇指指背上扫。这里着重讲一下切音这个技巧。切音这个技巧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来练习。第一部分是下扫，第二部分是用我们的手掌的这个部位把琴弦压住，不要拍弦啊，只是轻轻的压住。好，我把这两个动作连起来，慢速的弹几遍：下切下切下切，然后加速。这个切音的效果就出来了。我把节奏型连起来弹几遍。下面我用这个节奏型给王心凌的《爱你》伴奏。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看更多 UK 教学。